个重点是，大家都说大大惊的是嘛，好名声啦吼。哎，咱讲真嘞，明早呢，这个时间上，做大家闲闲，我们坐在家呢，互相安尼探讨交流一下啦吼。每一年呢，咱这个平安喜节的安排当中，我拢想着咱姐姐做咱家好朋友吼，啊，大家呢足开心的。尤其是咱今年度咱的楼主啊，跟着咱的副楼主、会长、副会长吼，啊，咱的头家。丁一栋，你看咧特别不少中珠安尼卡在坐吼，啊，咱提供安排有这个机会，每一年都咧啊，平安喜节才来个安排，这也是足感谢的吼。哎，所以讲特别感谢，啊，咱咧安排邀请来水果娘吼，当然咱拢用心在咧挑选，咱只好朋友大家慢慢咱来个欣赏啦吼。感谢感谢，咱姐姐收咱只好朋友，也感谢大家捧场甲照顾，即个在咧安排当中，每日甲中午大家拢做现金，来个存金满存库。好，来，咱这边拉面过来个介绍。雪白出过几缕灰，来这边介绍，咱轻松一点吧，去。哇，咱四个哥这边来安排，哇，哇，咱一只脚来蹬蹬蹬的吼，来。哦耶！本来不是不知道没开始，看你才发呆。